求生命是否有所得，你所寻获的快乐是否能满足你心，或仍像以前一般的心灵空虚，有一事令你兴奋是归向耶稣基督，他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今日将生命给主，他能一路引导你，使你年轻生命活得更有意义。年轻人，年轻人，你每时每刻是否为主用？你所花费的光阴有一日都要成名，但每一时你为主活，他必赏赐。有一事令你兴奋是归向耶稣基督，他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今日将生命给主，他能一路引导你，使你年轻生命活得更有意义，使你年轻生命活得更有意义。